3月1号在土城区公所举办锦绣地球永续家园摄影展开幕活动，由新北市土城摄影学会的成员们所创作，展示出各种风景、生态、人文相关的摄影作品。土城区副区长祝仰莲表示，土城区摄影学会暌违12年再度于公所举办展览，展出50多幅作品，展期从3月1号到3月31号，欢迎市民朋友们前来参观。土城摄影学会啊，那暌违了12年之久了，今年是第2次呢，在我们土城区公所的3楼艺廊，还有2楼的市民文化走廊呢参展。那这次是以锦绣地球永续家园为主题呢，那展出的作品呢，包括我们成员大约50多多位成员的一些摄影作品，那大部分都是一些世界呢或是台湾各地的一些自然风景哈美景，还有一些人文关怀的这些作品。那展出期间呢，从3月1号开始到3月31号，那欢迎市民朋友们能够踊跃前来观赏。新北市土城摄影学会理事长表示，本次展出的作品透过摄影师独特的视角来呈现台湾各地的自然风土的奇妙时刻，让市民朋友们能够感受到过去不曾看见的风景。我们这次的活动主题是那个锦绣地球永续家园，然后我们就是利用就是摄影的镜头，然后来去抓一些美妙的瞬间，然后透过一些摄影作品，然后来去感受一下台湾及世界各地的丰富多元的人文风情，还有自然生态及美丽的景观。所以我们这次见到你的这样热放的是在全家，对，不是全台，还有就是国外都有。对，锦绣地球摄影展透过摄影师捕捉到了精彩瞬间，留下稍纵即逝的美妙画面。不论是海洋蓝眼泪、蝴蝶采蜜，还是日出的云海，都在土城市民文化走廊展出，展现土地所孕育的生命力。记者李根基新北报道。